quella qua.剧叫《歌剧魅影》这个，然后本来一开始我都是对音乐剧很有兴趣，但是以为《歌剧魅影》会很恐怖，然后年纪小的时候就没有看。后来看了《深入人心》之后，觉得真的很棒，然后就试着去看，在 B 站上看《歌剧魅影》它25周年的那个它那个录播，看了之后觉得很不错。后来发现歌剧魅影要来新加坡，然后我就拉着我同学然后一起去看，但是他这次买的票位有点往后，就是你要从上面然后往下看，就不能看到演员的就很正面的那些。我希望我下一次，因为他这个到6月5号，所以在新加坡的朋友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，不会很难懂，就是很经典的音乐剧。我看了之后，因为我之前有温习一遍，但是有大结局没有看到。如果英文不太好的同朋友可以试着在 B 站啊上面看一下有字幕版的，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整个剧情走向是怎么的。如果实在是觉得自己英语不好的话，可以多看两遍然后再去，这样的话你也会
懂会有这个人物是什么，然后他们在讲什么。然后这个是我昨天买的熊，这次卡斯那个魅影的真的是太温柔了，是我见过最温柔的魅影啊！我真的超爱魅影，本来刚开始还有觉得他有点可恨，后来就觉得哇，真的太可怜了，唉。然后其他的，因为我还比较推荐的音乐剧就是《Rent》，叫中文名叫《吉屋出租》，也是因为深入人心，然后所以我去看了《Rent》这个电影。然后新加坡12月份会有这个《Cat》，它的时间是2019年，12月17号，他们好上映的时间会比较短，只上映，我记得好像只有几天的时间。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价格，其实也不算很贵啦，包括歌姬魅影的价格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最开始是想坐前面，坐那个 front reserve，但是因为我朋友随身档嘛，然后可能刚刚月末也没有那么有钱，然后我们就坐了一个后面的位置，但是也是非常非常震惊的，是非常好看的。如果大家有机会，可以去试着去看一下《歌剧魅影》。来分享一下我的鞋子，终于，我的鞋子终于来了，这双是我买的。New Balance 的型号是990V4，这是我超爱的一双鞋子。之前有试过，但是想着说不想买，因为它这个尺码有点大。后来试了一下，跟我朋友一起，他买了一双黑的，我买了一双灰色，然后我就等了从4月份，然后一直等到了现在。终于，我的鞋子终于来了。它就是这种，就穿着就比较韩范的那种。你可以配一双，黑色的，就是小腿袜这样子，然后随便搭搭什么碎花裙都很看范，很好看。因为这个鞋上脚很舒服，所以我一直想买一双 New Balance，然后现在终于买到了。然后这双还是我非常喜欢、非常爱的颜色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这个型号是990V4，大家可以买一下。然后这双是美国产的，价格大概是1000来块人民币这样子。